哎，各位，刚刚呢，又同一位好朋友喺屋企畅聚咗一段时间，咁呢，得知道呢个朋友系短期内呢移民离开香港啦，咁呢，多年嚟呢，都知道佢系买咗支电子笛啊，咁啊一路都未教佢吹，咁啊赶快咁。今日呢，叫佢攞埋嚟啊！咁點知連呢支電子笛呢都劈埋傷啦！咁真係大家都係好依依不捨啊，但係都有一段美好嘅時間啊！真係為什麼美好嘅時光總是那麼的短暫？為什麼？親愛嘅朋友，總是要分手。春去秋來，花開花謝，告訴我為什麼好景不常在。咁喺離開嘅時候呢，我就送咗以下嘅一首歌，係俾呢位嘅朋友。就係超乎一切嘅上主，咁呢係祝福佢係與呢個主係同行係過住一個係豐盛有盼望嘅一生咁喺呢度祝福。